们现在广州，我们在广州，然后刚刚从法国的领事馆出来，把那个申根签的一些资料全部递交上去了，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出签，然后就可以骑着我们心爱的摩托车从中国出发去法国巴黎看奥运会。今年我们想去造一个更大的梦，就是骑摩托车穿越亚欧大陆30国。这是我们的 A 计划，从新疆或果斯口岸出境，然后穿哈萨克斯坦，穿俄罗斯，从芬兰入境申根国。这申根国里面的话，行程可以比较自由啊，灵活。然后主要在法国待的时间会最久，因为我们申请的是法签。然后从意大利出境，在巴尔干半岛转一下，到土耳其，然后高加索三国，坐轮渡过来，然后穿乌兹别克斯坦，然后回到哈萨克斯坦，再回新疆，全程6个月，30国，跑起来应该至少30000多公里。这是我们俩心心念念很久的一个大计划了。女魔头一个人在国内骑摩托车跑了10几万公里，她早就想骑到国外去转转了。我也是去年就做了环球摩旅的计划和准备，还为了办申根签筹借了一些钱，只是因为没等到摩托车出境的政策，所以就没能成行。今年政策松动了点，我们就一拍即合，决定一起去干一票大的。这个计划很大，难度当然也很大，比起在国内骑摩托车跑西藏跑新疆来说要难太多了。第一是人和车过各国口岸海关的手续，人需要办各国的签证和境外保险，摩托车需要办通关的手续以及各国的保险，驾照呢需要翻译公证，无人机需要了解各国的政策等等。前段时间我基本没有更新视频，也没开直播啊，就是真的没空，一直在忙着做这些准备啊。也不一定每一项都会如我们所愿的顺利进行吧，我们也是边走边看，摸石头过河，算是疫情之后出国摩旅的探路者。这些探路的过程，出境的手续啊、攻略啊，不管结果怎么样哈，我们都会一路拍视频跟大家分享。第二个是国际形势不太稳定，这个也是在我们考虑范围里面的。我们规划的这条自驾路线目前还是比较稳的，这两年也有些汽车自驾的在走着了。如果因为签证和局势不利，我们也随时会改变路线。我们是想奔赴一场盛大的远行，并不是要刻意去冒险博流量啊，安全第一是我们共同的信条。第三个是经济压力啊，这一趟开销肯定要比国内大得多，因为欧洲的消费比较高啊。我估算了一下，不包括摩托车和装备，光是一路上吃住、加油、门票、签证、手续费等等啊，按照我们勤俭节约的标准，跑完这条长线6个月下来，最省也得10几万吧。我们打算带帐篷和锅炉，路上住最便宜的酒店，找到安全的地方就睡帐篷，一半在外面吃，一半自己做，反正能省就省。老铁们都知道我是农村出来的，一路走来都是靠自己打拼。我这个账号做了2年多了，没用它赚什么钱啊，因为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出作品上。但是后面要跑这条国际长线呢，开销就比较大了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。这一次我们的洲际穿越摩旅远征，我想拉点广告合作，有需要的或者是有人脉资源的可以帮忙推荐一下啊。我后面也会带点货，当然会保证品质，有需要的可以支持一下。还有呢，自媒体收入那条视频里面跟大家说过，流量收益根据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弹幕、转发这些数据的活跃指数来推流，反正呢是越活跃，流量的收入就会越高一点。希望大家高抬贵手，多多互动啊！我也希望有些人能够在我的视频开头发一些弹幕，引导新刷到的朋友能够好奇的看完我的视频。还有呢，不要忘了每人每天有3朵免费的小花花。长按视频下面这里有赞赏视频，然后给他送花。送给我的话，可以给我的视频增加曝光量，有能力的朋友给我刷点赞赏，我也很开心哈。非常非常感谢。在路上的话，我会尽量多更视频，但是呢不保证说每天都有视频发。那你也可以把小花花赞赏给我置顶的视频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没有钱为什么要去瞎折腾呢？插个故事啊，蜀比二僧。故事说的是四川边境有两和尚，一个穷一个富。有一天穷和尚对富和尚说，我想要去南海，你看怎么样？
富和尚说，你靠什么去呀？穷和尚说，我只要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就够了。富和尚说，我这几年来啊，想要木船沿长江向南海都没有成功，你怎么可能去得了？但是第二年，穷和尚真的从南海回来了。富和尚听了之后有点惭愧啊。这个故事的结论是，天下事有难易乎？为之则难者易矣，不为则易者亦难矣。对，我现在就是这个穷和尚啊，没什么积蓄，靠自己的一身孤勇和我拍视频剪视频的能力来闯荡江湖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。我相信我会有更精彩的大片回馈大家，用我的文字和视频带大家看更大的世界。当然你也可以劝别人等攒够钱再出发哈，但那时候估计一身病痛哈，连出个门都累哈，就更别提几万公里的风雨征程了。毕竟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虽然女魔头跟我都独自跑了不少地方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次魔旅亚欧大陆都是一场更加荡气回肠的远征，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，更大的挑战。不过我们永远相信哈，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占大多数，问题也总比困难多，遇到困难积极乐观，一个一个打怪升级，干就完了。心怀祖国也放眼世界，想到我们即将骑着摩托车穿越众多国际名城、世界古迹、绝世风光，我们已经很兴奋了。对，想想期待我们今年的旅行吧。对，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出签。如果不出签的话，那就只能启用我们的 B 计划。对对 对，还是要出去。对，还是要去干一票大的今年。嗯，好，期待期待。